谢楠一直以高颜值好身材著称，更被称为南韩小野马，魅力无限。近日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体重图，引起网友热议。有网友感叹道，这也太瘦了吧，实名羡慕马儿。大家都知道韩国娱乐圈对艺人要求极高，不管是业务能力还是身材管理，稍微差一点都不行。自从出道而来，虽然一直保持着纤细却又凹凸有致的好身材，该丰满的地方丰满，该瘦的地方瘦，绝不多尝一点肉，成为万千少女梦寐以求的好身材。今天薛娜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照片，首次公开体重，164公分的身高却仅仅只有43公斤，这让网友们大呼不合理，怎么可以这么瘦。看到这里，不少网友纷纷感叹，薛娜的肉好乖，都在该长的地方了。也有网友表示，我羡慕的不仅是薛娜的体重，重点是她前凸后翘啊啊啊啊。